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收看大口打咸蛋的这个精彩草地视频对决啊！好，开始站 A， 然后毒咬，撂倒在地，连续的跳压，哇，反砸了一下，这个有点头疼啊！大口竟然在这个时候还能够反向升龙打对手，反应速度非常快，连续拆头，再一次要打强转，好防住。重拳轻拳继续压制，拆头，好再抢砸，这个奈罗罗判定非常的强啊！起身喝灾，好刚好跳壁乱动死了。打得非常的激烈啊！好二八看千鹤，直接升龙化解对手的压制，再毒月图。好砸炮一个强转，完了谋了啊，肯定是打晕了，踢起来就是改防有九伤啊，谋了兵败如山倒啊。看这局踢的都是逆向啊，打点非常精准，下低好重拳抢招，逆向太精准了啊，下臂两点下 A 无视，非常帅气的手法，晃一下拉一下后再跳 B， 好再跳 B 再中，喂、哦、舒服啊啊！好，现在是大口领先，我们看看咸蛋这个是咸蛋还是超人呢？啊，看他的这个草地，直接奈落落抢砸下盘，但是远了一个距离，近吸变成远吸，导致接不了木压了。好，这一波漂亮，厚厚啊！打倒在地之后呢，都是喜欢后这个套路，然后砸过来折左右啊，再次强压打到之后是晕了，没办法。咸蛋这个草地也是非常有料的啊。现在九七也有人啊，用这个套路，就是毒了毒打完之后后然后来折你左右啊。好，被向倒地怎么说？强转，哎，这一波变招，来一个抓。再打左右折哈、啊，防住。咸蛋的这个草地的功底也是非常的强啊。正拳，好下逼点中死了，不是的伤害贼高啊，比九七系列要高得多了。好，套着下盘一套 ，AB 选择。好毒了毒，哎，再打你一下，太精准了哈，这个打点太好了。AB 再走，慢慢的对手在角落，好一个直跳，再压，上倒，漂亮，哎，这一波极限变招哈，来了一个抓，他接无视的话，可能是没有那个信心哈，怕打不中，怕距离远了。哦呦，骗击的没用，好可以的，扳回一城。我们点个赞，继续看决胜局。重拳，试探一下，抢空，完了，升空了啊！后你看啊，后之后砸奈罗罗，让你来猜，看看，飞踢接上，图的图卡一下节奏，再踢起来，嗯。一般来说你倒地然后对手有很大的这个空闲的时候，他喜欢出一些招哈，保持这个节奏然后攒一点气。好叫七爹下 A， 刚好打乱动啊，下 A 跟这个正摇 A 是没有形成连招的，但是你不能抢招，你抢招的话容易挨揍哈。这个时候鹰鸟还在身吧，好打晕了呀，踢起来升龙，哇，这个草地一上来都全成了这个全场的主角哈，他要一挑三啊，而且对手那些二发三发的角色上来基本上都是来陪跑的。哎，升龙这下面倒地，AB泽左右再来跳低，防得不错，这盘跳 CD 衔接的不错啊，非常的快，
好，命中，刚好对手乱动。邓爹，再来，来直接开裸杀！哦呀，这个意识太牛逼了哈！好，喜欢点播关注，关注就不会走丢。